考虑。OK， 好，我们先培养一下默契嘛。我们等一下表演，你们都要用你们最大的声去帮每一个表演员一个欢呼的动作。那我们现在呢，马上要开始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开场表演，是由我们国中部的一个弟弟，他叫钱义安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钢琴的组曲。我们现在欢迎他上来，为我们带来一首钢琴的组曲。那我们掌声欢迎他。Thank you.
我们可以请所有同学来给他一个掌声吗？一个人国一必大，真的非常勇敢，哇，起台的也不错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第二组的开场表演，他也是国中部带，他是国一十班的女生们，要我们带来的主曲是 Haker 加上 Fire Truck 的主曲，是跳舞的主曲。那我们掌声用最热烈的欢迎他，最热烈的掌声跟尖叫声欢迎他们上台。Some on top.
下半幕，而且从这个时候你们听到铃声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扣分，所以大家请注意要在五分钟之内结束表演。那我们到五分半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铃响三声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幕就会整个降下来，你们就要停止你们的所有表演，然后并且退场。那我们上场跟换场呢，都是以30秒的时间为基准，也就是说30秒的时候，台上的表演者要撤到下面去，下面的表演者也要在上面准备完成。 OK，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大概规则。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拿出你们的热情，为台上的每一个表演者尖叫以及掌声。 OK， 那我们马上废话不再多说了，我们马上就来欢迎我们第一组的表演。我们第一组的表演呢是国二八班所带来的，他们要带来的是来尬舞吧，请用掌声欢迎他们上台。 天下第一舞团有多么厉害？哼，我们才不会输给你们这种弱鸡呢！
跳得很好。别说这种有损颜面的话。你不是说你想练那首 Danger 吗？他们跟我们加起来刚好够人数啊，而且他们真的跳得很好。你说的对。哎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跳 Danger？ 我们人数凑一凑，刚好可以。你说 Danger 吗？当然好啊，这首超红的，只是我们人数一直不够。那我们就一起跳吧。Come on.